耳机，你我沉默不回忆，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，路途漫长无止境。啊，空天猎，对，在这里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新电影《空天猎》，来这做广告啦。嗯，谁给我安了翅膀？还有安了皇冠。他说你是天使。哦，那个。看过下暴雨，看过大海亲吻鲨鱼，看过黄昏追逐黎明。没看过你，我知道美丽会老去。让我先别拍了，别让我先别拍了，让我生小孩。嗯，好吗？这样，那你们会有一段时间看不见我哎。希望下一次来到花椒的时候呢，可以跟你们有新的作品的报告。嗯，怪咖小东东说冰冰姐你现在比较喜欢自己的角色人物是什么？我觉得那目前肯定是要跟大家推荐这个直升机的。